今天很开心大家来参加这次的认养大会。哎呦我妈呀，突然间酸了一下，我的天哪！他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他希望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对他非常好。姐姐抱一下。我真的是爱上他。他之后转头可能我不在，可是我要放手。每周六晚上八点，三立都会台 Top 豆回家。